欢迎高圆圆。主持人你好，现场的朋友大家好。谢谢。很高兴可以来颁这个最佳新人奖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来说，我们这一生，你的演艺生涯里面有很多次可以获得提名的机会，最佳男主角、女主角或者男配、女配，甚至有一天说不定可以获得一个最佳导演奖的提名。但是只有新人奖是你这演员生涯中唯一的一次，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不是能得奖，我都想先恭喜今天我们的候选人，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这一生唯一的一次。好，那就先请看我们的大屏幕。入围最佳新人的有林更新、步步惊心。你在耍弄谁？这么心狠。卢方生，永不磨灭的番号。王雷，永不磨灭的番号。既然是党内表决，那我先回避一下。打不打跟我说一声。李佳航，新还珠格格。惊心动魄。石云鹏，瞧瞧你那风车。我们哥几个连碰还没碰你呢，你自己舌头根就软了。张丽，男人帮。哎，我生病了，他也不在。颖儿，千山暮雪。你也从来没有向我们讨回，是我们自愿还给你。江凯彤，一不小心爱上你。你要亲自去祝福他们。李晟，新还珠格格。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玩完了，不玩了，永远都不玩了。刘雨昕，是怎么了？步步惊心。竟然不跟我争首饰，拼命十三妹不拼命。是的，以上呢就是入围的所有最佳新人的候选人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有请影片里面的候选人呢一起上台，有请他们。今天张丽和刘雨昕呢，因为工作不能够来到现场，也委托我们送出对所有新人演员的祝福。有请各位，有请刚才影片当中的所有的新人演员一起到台上。哇，这个比坐在下面还紧张啊！上台来接受考验，有没有觉得刺激更大？对对对。这时候现场观众，你们的呼声再大一点，在哪里？是的，恭喜各位。现在呢，请每个人用一句话来表示现在的心情。一句话，两个字吧，忐忑。忐忑，卢方生说忐忑。来，下一位，王雷。我就是还是刚才说的，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刺激的。现在我们到台上来了，感觉就更刺激了。嗯，刚才刺激过一次了哈。对啊，就是再受一下刺激。那没事。好，谢谢您，云鹏。我现在感觉挺开心的，就是。挺开心的哈。挺开心的。你开心，旁边的嘉航。我挺突然的吧，挺突然的，我没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以为这个挺紧张的，然后自己在下面听个结果就可以了，没想到被揪上来了。好，也让你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哈。李晟，就太突然了，太刺激了，就你说吧。来，颖儿。没有，就有点紧张，然后反正也没抱什么希望，就参与吧。参与，好的。张凯彤。其实我刚才不是颁女新人的时候，在喊别人颁奖的时候，我已经很紧张了。我没想到我们还要上台。从我去年毕业到现在，算是拍戏一年了，所以其实觉得是重在参与。好的，谢谢彤彤。林更新。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嘛，很幸运。很幸运。是的，感谢各位。现在呢，最紧张时交给大鹏，有请。他一出现，大家就得紧张一下了。大家好，我觉得为什么最后选我当票选主持人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心态好，刚刚也只去了六次厕所而已。啊，真的？哇，那你膀胱无力啊。林更新，你要不要去一下？憋着很难受啊。刚才我去过了。好的，祝你好运。
这一次更加的残酷，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最佳新人。各位评委，想好把票投给谁了吗？这次不要紧张，不要按错，现在开始投票。哇哦，开始了。在各位投票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希望现场有哪位摄影师帮我们记录下这样一张合影，因为再过几年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画面就很难得了啊。我们俩也要好好加油，争取配得上他们，最后都变天王天后。好，哇，谢谢。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效票数在持续攀升，一共现场51位评委，有效票数50票，最后没有投票的那一位，你是要弃权吗？给你最后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好的，看起来有一个人做出艰难的抉择，他不投了。50票，最后会是谁是唯一的最佳新人？这样，各位不要回头看，我们让票数慢慢的增长。来，请看大屏幕。啊，大鹏好讨厌哦，好讨厌哦！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现在有两个人遥遥领先，其他的人也分别有属于自己的票数。加油，各位加油，冲啊！加油！停，停！接下来我们要宣布最后的结果，要宣布最后的结果。大鹏，大鹏，大鹏，卢方生，你是所有票选当中现在排名第二的，希望再接再厉。颖儿，我很喜欢你，希望下次直接拿最佳女主角。让我们恭喜林更新，恭喜林更新。谢谢林更新向前一步，接受高圆圆派送给你的奖杯，恭喜鲜花。我们来听林更新此时此刻的心情。那能拿到这个奖呢，首先要感谢搜狐视频，那还要感谢我们唐人电影步步惊心这个团队。那我能拿到这个奖，我是应该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，那我要珍惜这个机会，珍惜一个好的开始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各位。再次恭喜林更新获得我们的最佳新人，同时也要掌声祝贺与上台的其他的所有的新人朋友们，因为他们同时也是我们2011年的 New Face 人像，祝贺他们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嘉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也希望再接再厉，接着下来呢，他们就可以拿这个影帝跟影后了。我相信未来他们当中一定会有我们的天王天后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也很期待啊。是。哎呀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知道。